瞎子是个捉刀人，捉刀办事用命换钱。瞎子，领了赏钱走吧。对了，横溪卖酒的全家让人当狗宰了，五郎是不是归你管？他已经够惨了。这趟浑水你趟不了，这地儿你待不了了。我给你钱，你帮我杀了他们。杀人偿命，我只是想要个公道。